大家好，我是老庄，本期来测试一下心愿召唤，抽它150次，看一看会获得多少个弹簧槽。如果观众老爷看得还挺带劲儿，记得点赞投币鼓励一下，非常感谢。那我们就直接听歌看戏好吧。好嘞，您嘞，150次全部抽完了，然后把这些碎片通通都给拿下，再去测试一下，戴上紫色手套以及芦荟，再加满级治愈神器，看能不能通关这个脆皮龙。好家伙，论攻击的话真的是白卡都不如，好在击退的话在无尽里或许有用途。拜拜，下期再见，点赞关注评论。